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 BBC 的球迷最爱的进攻三叉戟之一，如今 C 罗已经成为尤文的头牌，贝尔也租借至热刺效力，加上重金引进的阿扎尔又伤了，皇马真是流水的阵容全靠铁打的郭本泽马。北京时间12月10日凌晨4时，欧冠 B 组第6轮，皇马坐镇主场迎战门兴格拉德巴赫。上半场本泽马头锤双响，普莱亚措施单刀良机，下半场索莫多次奉献精彩扑救，本泽马爆射中枚，最终皇马主场2-0门兴，在困境中锁定小组头名，晋级欧冠16强。由于国米主场0-0旷工，门兴以相互战绩的优势小组第2晋级，旷工第3踢欧联，国米垫底欧冠出局加丢欧联。本泽马头球双响加中美9.7分当选全场最佳。本场比赛本泽马与两位小将维尼修斯加罗德里戈组成三叉戟，中场是三大老将组合莫德里奇加克罗斯加卡塞米罗，后防线上拉莫斯及时复出，皇马困难中凭借着本泽马的出色发挥，两球斩落门兴，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，也顺利避免在8分之1决赛中遇到拜仁、利物浦、曼城，真是完美的一战全靠那一口锅本泽马。比赛第9分钟，皇马就取得领先，卢卡斯右路传中，本泽马十码处轻松头球破门，皇马1-0领先。比赛第32分钟，罗德里戈右路传中，无人防守的本泽马在小禁区边缘再次轻松头球破门，皇马2-0领先。自从2009年夏天本泽马以35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里昂转会皇马并效力至今，他从小将变成32岁的老将，锋线搭档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但那一口锅还是银河战舰的主炮，皇马有此锅真靠谱。本泽马俨然已经成为皇马传奇队史最伟大的球员之一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